现在看到的画面是昨天美国前总统川普在出席总统竞选活动遇袭时，一位现场摄影师身上携带的设备拍摄的画面。这也是这两天全世界都在关注的大新闻。那么这则新闻出来之后呢，关于在场的几位摄影师的背景以及他们所使用的器材，这两天在摄影圈子里面也是引爆了话题，大家讨论的非常的热烈。那么今天呢，我想聊的是在现场的几位摄影师，他们各自有什么样不同的反应，以及他们拍出了哪些不同的作品，由此可以给我们摄影爱好者有哪些启发。昨天在那个活动现场呢，大概有六七位摄影师，我今天主要想聊的呢是其中的三位。一位呢叫做埃文乌奇，他是美联社的摄影记者，另外一位是来自纽约时报的摄影记者 Doug Mills。 I never thought I'd ever see an assassination attempt on the president and to be there to photograph it.My name is Doug Mills. I've been covering politics since 1983, and I was yesterday covering President Trump's rally in Butler, Pennsylvania. 还有一位呢，就是来自《华盛顿邮报》的 Jabin Botsford。那么前两位呢，在昨天这个事儿发生了以后呢，他们都接受了各自的这个媒体的一个采访。那么第三位摄影师 Jabin 呢，则把他自身携带的设备拍摄的这个第一视角呈现了出来。那么通过对昨天现场视频的对比，我把三位摄影师呢都这个呈现给大家，大家可以看一下他们这个衣着呀，然后还有他们的年龄哈。OK， 那么川普遇袭前，三个人呢都在舞台的正面拍摄，遇袭以后，因为川普和特勤人员都趴在了地上，所以这个时候呢，现场的摄影师都来到了舞台的侧面。等大概过了一分钟左右，川普站起来的时候，他们又陆续从侧面跑到了正面开始拍摄。我们可以看到，最先从舞台的左侧跑到正面的戴白帽子的这位摄影师呢，就是《纽约时报》的 Doug Mills。但是他稍作停顿以后，他这时候觉得可能川普马上要从舞台下去了，他想占据一个有利的拍摄位置，所以继续往舞台的右边，也就是舞台有楼梯的这个位置跑。跟在他身后的这个高个子穿格子衬衫的呢，就是华盛顿邮报的 Jabin Botsford。 最后赶来的就是美联社的这位 Evan Wuchi， 就是这穿蓝色衣服的这位。从这一刻起到后面的大概十几秒的拍摄窗口，就造就了昨天被无数媒体所引用的这场活动的现场的照片。接下来呢，我们来比较一下这几位摄影师拍摄的不同的照片。好的，那么我们先来看华盛顿邮报 Jabin Botsford 的这张照片。那么这张照片呢，整体上构图呢非常的饱满，也就是他让整体的这个人物啊，就是被川普包围的这些特勤人员以及川普自己成为画面的这个绝对的中心，然后把整个人物的这个情绪啊，包括他们的动作啊，都这个抓拍的非常的到位。同时呢，我们会注意到这个歪斜掉的川普竞选总统的这个牌子，摄影师让他入画了，这点比较重要哈，大家可以继续往下听。那么这个歪掉的牌子呢，我觉得摄影师是想要通过它来呈现当时现场比较混乱无序和令人不安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纽约时报》的这位摄影记者 Doug Mills， 他拍的这张片子。那这张片子呢，也是被《纽约时报》昨天放在了他的头版头条上面。那么这张照片跟前面那张照片的这个差别就非常大了。他选取的瞬间呢，是人物没有挥动拳头，然后准备从这个舞台上面下来的时候，整个这个人物呢本身好像有一点懵，然后有一点后怕，然后两眼呢有点放空，有点就是难以形容的这种好像有种虚弱感和这种脆弱感在里面。那么这张片子跟前面那张片子的差别呢就会很大，虽然两张照片拍摄的时间也就相隔了大概那么几秒钟。好的，那么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美联社的摄影师 Evan Wuchi 的这张照片。那么从选取新闻图片的角度来说呢，这张照片无疑是三张片子里面最有张力和爆发力的。那么它具有一个三角形的稳定的一个构图，然后人物的整体的情绪呢也达到了一个很高的高点，以及这个地方摄影师在
取舍的时候，他将一个重要的元素，就是国旗，纳入到了整个这个画面里面。那么有了国旗以后呢，这张片子就会让人想起一些在艺术史或者美术史上的一些名作，比如说德拉克洛瓦的《自由引导人民》，或者二战时候美军占领硫磺岛折本山的时候的那张照片。那么这张照片呢，我们可以想一下，跟前面的这个《华盛顿邮报》的这位摄影师的片子我们来做个不同。就是《华盛顿邮报》的这位 Jabin 呢，他将川普竞选的时候的这个斜吊的这个牌子入画，那么他将这个牌子作为画面的一个前景。但是 Evan 这位美联社的摄影师呢，他则将国旗纳入了这个整个画面当中。我不知道大家看到这两张片子以后作何感想哈。总之我个人认为啊，将这个国旗纳入照片以后呢，整个照片的感觉会更加的有想象的空间，或者说更加的有张力。同时我们可以根据美联社的这个统计可以看出媒体的一个喜好啊，就是这张有国旗的照片呢被不同的媒体引用了2327次，而没有国旗的这张照片呢被所有的媒体引用了1759次。另外我们还可以再想象一下，开个脑洞哈，就是如果纽约时报的这位摄影记者他拍摄的就是川普看起来比较虚弱然后惊魂未定的这张照片当中如果也带到了国旗的话，那么这个画面再和美联社的这位 Evan 他拍的这张照片做一个比较，我觉得会非常的有意思。看过了昨天这三位摄影师他们拍摄的照片以后呢，我想有一个问题留给屏幕前面的你，就是如果你也是昨天在拍摄这场活动的摄影师之一，那么你拍的照片会与他们有什么样子的不同，有什么样子的类似，或者还有自己什么一些新奇的想法能够在这样的环境当中，这样的场合当中去拍摄或者记录下来。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想分享一位昨天在这个活动现场另外一位女摄影师拍摄的照片。这位摄影师的名字叫做 Anna Moneymaker。 她拍摄的这张照片当中呢，川普趴在地下显得非常的恐惧和脆弱，有惊魂未定的这种感觉。其实这个也是一个人在遇到险境时候最真实的一面。那么这张照片与十几秒后站起来挥拳的川普表现出来的呢，都是一种复杂的这种人性，而通过镜头可以把复杂的人性呈现出来，我觉得这也是摄影最吸引我们的地方之所在。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大力，我们下次再见。